这里面按照这个，就三个线。是左边那头是拆的？是这一头，这一头。嗯，是拆的这个黄色、蓝色，然后红色是吧？对对。好。你按照这个顺序接就行了。好，然后还有地方吗？这边是不是你指一下？你这个到时候我们这边会贴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你看这边会贴那个对码，嗯，然后到时候你就按照这个码，这边假如贴22，这边就是22，懂吧？这会两个对起来的，你只要这个两个对起来去装就行了。好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要注意的？这个不用了吗？哦，这个电机线也是。这个电机也要拆，这个电机也是跟刚才一样。这一段是分开的是吧？就是 这一段都要全部断开来的。那这边就是刚好一段，这台机器是一段，然后这边是，这边是还也跟那个后面那个一样。好，也是要接这个线。好的。把这个整个这个也要卸下来的。好。但这两个电机功率是一样大，你随便装。好。还有没有问？还有没有地方？其他的没有了。主机这边是连着是吧？这边不拆吧？这个不。这一段，从这一段拆，嗯，还有这一段，就说这刚好是一块的是吧？对，因为你这个装，哎，我不刚才说了嘛，这边假如贴的是一，这边也会一个一，你这个一对这个一就行了，到这个你按照这个一对号对一号的接近。好好好。